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 Apps Gaga， 我是魏维。这个礼拜要帮大家介绍一款益智型的游戏，叫做 Quanto。这个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游戏，叫 Quanto。打开来看看。要刚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他说要滑动，然后做这个滑 Quanto 这个字出来，说我在 Quanto， 这样就进入了这个游戏。这游戏是这样子，他说想要用两个数字能够拼成六，或者三个数字能够拼成九。那我来用滑动的方式选两个数字能够拼成六。怎么拼成六呢？那就是八减二，你看八减二就是六。这样，这个游戏蛮聪明的。那如果是十四的话呢？两个数字怎么样变成十四？那就是。八加六就会是十四，变聪明了。接下来是五，五的话，三个数字要变成五的话，十三，十三减掉十三减掉八，就变成五，应该没错，那就是加起来十三。减八，我就变成五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游戏，叫做 Quanto， 一个数学计算的游戏，有点是脑力激荡游戏，锻炼你的脑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介绍的 Quanto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。